有英姿，铁骨过磅，西军阵里冲，女金刚，放下那柔情，誓恋女儿带走杨文广，人哋话杨门龙潭虎穴，原来只系浪得虚名啫。你放咗文广，你要乜嘢都得。迟啲我会话俾你听点样。文广，桂英，娘亲，你要食嘢吗？你究竟想带我去边度啊？迟啲你就知道，依家你只系答我食唔食嘢。食啊！好靓嘅大包啊！好靓嘅，多谢晒啊！多谢晒。好啦，诶，两位客官点啊？食啲咩啊？呢边啊？点解咁多乞衣喺度嘅？哦，佢哋整一大种乞衣嚟噶，喺度食晏嘅啫嘛。咧，今晚丐帮大会喺度举行，佢哋帮主江上峰啊上嚟添啊。江上峰？哦，佢咪就系江湖上反抗西夏志士联盟嘅首领咯。系咩？啊，佢嚟啦！诶，江帮主，江帮主，诶，呢边呢边，我就走。呢位小兄弟，唔使理佢，佢傻傻地嘅。系咩？只怕系你点咗佢哑月啫啩。所以最好不要挡我去路。好，我都要领教下你的高招。降龙十八掌，请。我不想再打下去，你放我呢位小兄弟先。好，我放。多谢江大侠相救。
你點知我姓江？啱啱我聽到佢哋叫你做江上峰江幫主嘅。嗰個人嘅武功好高啊，點解你俾佢捉住嘅？我都唔知啊，不過我估佢係西夏人。你同西夏人有過節咩？楊家將同西夏人簡直就有血海深仇。楊家將，先父係楊宗保、楊元帥咯。楊元帥死咗，先父夜探葫蘆谷，中伏受傷，自盡殉國。於是西夏就挟持你，威脅楊門女將。如果唔係德光大俠你相救，我而家都唔知點咯。我一向都敬仰楊家一門忠烈，呢啲只不過係舉手之勞啫。就算我遇唔到你，俾我知道呢件事，我都會去西夏救你嘅。可惜我要開丐幫大會，如果唔係，我會親自送你翻天波府，拜會一下聞名天下嘅石太君。好啊，我哋太君好好客噶。如果你去，佢見到你一定好開心啫。可惜我唔去得啦。不如咁啊，我留低喺度，等你開完丐幫大會，咁我哋咪可以一齊翻去天波府咯。你唔怕你家人掛心咩？你可以派一個人去天波府報平安㗎。嗱，我寫封信俾佢帶翻去啊。好，難得我哋一見如故。銀來長老，幫主，你派一名四代弟子去報平安。我哋走啦。好啊。你有冇见到一个身材高大嘅人捉住一个后生仔经过啊？哦，你系问身上着得威一威嘅，眼睛大一大嗰个少爷仔啊？唉，好似大壮喺酒楼打过交，嗰个少爷仔啊，跟嗰班乞衣走咗咯。乞衣？咩乞衣咧？哦，咁就唔知啦。听讲话唔知开咩乞衣大会，呢度啊嚟咗好多乞衣啊。唔通系丐帮同西夏人勾结咗？唔該啊！乜又係你啊？已經食咗九碗噶咯噃！今日特別好胃口，裝埋呢碗。唔該。哇！排風姐，乜你食得咁多嘢㗎？哼！呢個唔係幾有胃口添咋，煮一排十二碗啊！咪似豬一樣咯。你講咩話？咩話唔好啊？誒，算啦，人哋講一句你就嬲，有乜嘢嬲到天黑啫？去吧。喂，話俾你知啊，琴晚文廣少爺俾人捉咗去啊！有冇搞錯啊？楊家上上下下咁多人好武功。连个少爷都俾人捉得去嘅，真噶！我琴晚咧偷偷地听到嘅，呢件事冚得好密噶。哎呀，咁点啊？佢咪好危险咯？我谂系啦。咁紧张做咩啫你？哎呀，你睇下佢喺度假正经咁。呢度啊，个个女仔都中意文广少爷噶啦。不过我又唔中意喎。切，我觉得同陈元叔个仔差唔多。听讲咧，元帅夫人已经追咗佢噶啦。穆桂英，我怕桂英姑丈难认，八妹九妹，你都系追上去帮佢。娘亲，咁练兵嘅事呢？练兵嘅事我会叫七娘负责。而家最紧要嘅就系救文广，我哋杨家只系得佢一个男仔，唔可以俾佢有差池。好，我哋分头去追，你去西边，我去北边。好。正啦。哇！咩？你哋今晚系咪要开丐帮大会？哦，踢醒我哋啲细路，仲想我哋答你？好难啊！上上！哇！哥，我唔知啊。快啲讲！系啊系啊，系开丐帮大会啊！你哋系咪捉咗个后生仔？我哋丐帮咁多人，我唔知啊。好，咁我问你，你哋喺边度开大会？
喺山腳嗰間山神廟嗰度。哎呀！方方主啊，今晚係咪有好多人嚟啊？我哋丐幫啊有好多人，不過今晚只係六代弟子以上嘅先至可以嚟呢度。六代弟子？嗯。我哋丐幫分輩份同埋功勞咧，就要睇佢身上有幾多個馬袋。初入門嘅就係一代弟子，如果有功嘅逐個加上去。到六代弟子咧就係地方分舵嘅領袖，七代弟子就係省嘅代表，八代弟子就係長老。再上去嘅就係金缽長老同銀袋長老，跟住就幫主。金幫主，咁你有幾多個袋啊？幫主係有九個麻袋，同埋依支打狗棒。打狗棒法同唐十八掌，只有幫主先至可以學。只有幫主才有資格學啊！咁我想拜你為師，學你啲掌法咪唔得咯？你想拜我為師？楊家武功卓絕，而楊家槍是天下第一槍法喎。你想拜我為師啊？楊家槍已經被天目法王打敗咗咯，仲叫咩天下第一槍法啊？我要學啲武功，可以打敗天目法王嘅。天目法王，佢有一身刀槍不入嘅內功，要打敗佢，要用內家功至得。你教我啊！你真系想跟我学？咁你要跟我做乞衣仔噶啦！只要可以为我阿爹报仇，我乜嘢都肯做。咁好啦，我应承你。帮主，咩事？一个武功好高嘅女人，四周围打伤晒我哋丐帮嘅弟子，仲问我哋喺边度开丐帮大会。佢已经嚟咗山脚噶啦，我呢班弟子落去拦住佢。嗰个女人点样嘅？幾靚下嘅，而且好斯文嘅添，好似人哋富貴人家啲大少奶咁。但係佢武功好高強。啊，係啦，佢仲口口聲聲問話要嚟攞翻個仔喎。都係我娘親。係楊夫人。唔得，我要去睇下。啊，等陣先。你同楊少出去睇下。如果係楊夫人嘅，你請佢入嚟，好好招呼佢。係。嘅反正。以为是姐叫你们帮主出来。在下正是现任丐帮帮主江上峰。看你年纪不大，本来有这样的成就应该是武林之福，可惜你为虎作伥。你说什么？只要叫杨文港出来。那你一定是杨夫人。哎呀，帮主，这个女人打伤我们好多兄弟啊！快要手啊！快要手！卑鄙，想用说话来分散我的注意，然后暗算我？杨夫人，我不是什么意思啊！杨夫人，你误会我了！杨夫人，打狗阵，江上峰，你想点？
放咗佢。帮主咁辛苦捉到佢，就咁放。我话放就放啦。你哋翻去先。系。杨夫人，你一直都唔俾机会我解释，我对你根本上冇恶意嘅。杨文讲喺我度，唔系我捉佢翻嚟，而我中途无意中救咗佢。佢仲要跟我翻嚟睇丐帮大会添。我一早已经叫咗人去天波府报平安噶啦。咁文广而家咧？娘亲，娘亲，文广，娘亲，娘亲，你个恩皮仔啊，知唔知我头先几担心啊？有江帮主喺度，冇人害到我嘅。江帮主，头先系我太鲁莽啦，请你原谅。大家误会啫。文广，我哋翻去先。娘亲，我想。杨夫人，杨夫人，而家时候都唔早噶啦，刘爷赶翻嚟好辛苦嘅。平安信我已经送咗出去，相信太君收到噶啦。不如两位今晚就留喺度，做我哋丐帮大会嘅贵宾。你个恩皮仔。哎呀，哎。你点啊？我受咗内伤。边个打成你咁噶？我呢啲草药系难食啲，不过医内伤好好噶。你唞下，点解你会被人打伤噶？我是被西夏的一个高手打伤的，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们要去捉杨家将的后人杨文广，所以就被他们追杀了。你知不知道他们计划是怎样的？我只是听到他们说要去捉杨文广，就被他们发现了。是的，小姐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去通知杨家将，让他们有防备？不需要了，因为杨文广已经被人捉了。你怎知道的？我是杨九妹。那就是有眼不识泰山。这位英雄有贵姓啊？我叫龙飞。你再唞下。真是大猛女，而家如果我出手，一定可以攞佢命。问题是杀咗佢冇咩好处啊？Thank you.
咁巴闭嘅？丐帮系天下第一大帮，江帮主起码率领咗十几万人，呢一股民间力量真系唔少噶。金钵长老到。参见帮主。既然间金钵长老嚟咗，我哋嘅丐帮大会可以开始啦。咪住，帮主，我有一件关于我哋丐帮上下利益嘅事，想提出嚟讲一下。咁好啦，你讲啦。我哋丐帮弟子素来贫苦，但系而家就有大富大贵等住我哋。富贵？如果事成嘅，我哋丐帮弟子上上下下都可以做官。帮主，就系丞相，你都有得做。金钵长老，你讲得清楚啲，唔好喺度吞吐啊！当今宋室君主昏庸，民间疾苦，而西夏兵强将勇，睇嚟呢个天下一定系归于西夏嘅。金钵长老。我哋丐帮一向以为国为民为目标，西夏就是我哋嘅敌国。帮主，昔时武者方为俊杰，耶律军师托我向你帮主问好，仲叫我带件嘅礼物嚟送俾你。咁好啦，你攞俾我睇下。好重的禮啊！呢啲只不過係見面禮，幫主。假如你合作嘅話，耶律軍師話以後嘅禮物就會更大。好，好，捉住金鈺長老。係。幫主，咁係咩意思？金鈺長老，你勾結外寇，有用我哋丐幫嘅聲譽。而家要處罰你，引嚟殺！金鈺長老，我早預到你有呢一着噶啦，你睇下，出邊入邊都有我嘅人，可能你頭先肯合作嘅，就萬事皆休。但係到咗呢個地步，我冇辦法唔咁樣做。仲有，你呢個幫主嘅位，亦應該讓俾我嚟做。金鈺，你想造反啊？江常峰辈分比我低，本来就冇资格做帮主嘅。但系老帮主佢唔知做乜嘢，饮咗迷魂汤咁，将呢个本嚟我做嘅帮主之位让咗俾佢。我而家只不过攞翻嚟做嘢，好应该嘅。叛徒！呢啲系我同金钵嘅私人恩怨，应该我哋自己嚟解决。你哋暂时回避一阵先。帮主得罪了。有事见面，多谢杨夫人相救。唔使客气，等我哋合力嚟对付佢。杨夫人，杨元帅死咗冇几耐啫，你咁快就同人哋肩并肩咁亲热啦？
去！你个法长！江帮主，要唔要我帮你杀咗佢？江帮主，呢个人简直连禽兽都不如，应该杀咗佢。丐帮嘅事，应该用丐帮嘅方法嚟解决。啱。我已经点咗佢个穴道，佢唔可以再用内功噶啦。金盘长老，你背叛帮主，私通外敌，所犯嘅系咩罪？系死罪，应该受咩处分？今受帮主降龙十八掌嘅掌力。好，为了公道起见，我请晒所有嘅帮众入嚟，做一个见证。大家都知道嘅，金钵长老犯咗帮规，应该受嘅系死罪。忍心用丐帮的武功去杀害丐帮的弟子，但是帮规不能改，我就为金盘长老受了一掌。帮主，金盘长老，希望你放弃一切的名利，为我们丐帮出个力，再做我哋丐帮嘅好兄弟。帮主，你饶我一命，我好感激。但系我已经冇面容喺丐帮立足，请你准许我出帮。你走得咁容易？咁好咧，如果你要出帮嘅，就交出你的金盘，咁你就可以离开。大家听住。金盘长老犯了帮规，自愿出帮，大家准备行出帮仪式。
正话要替佢受过一掌噶。因为我发过誓，唔用降龙十八掌同打狗棒伤害丐帮弟子。咁你都唔使自己打自己噶。文广，你唔明白噶啦。江帮主除咗武功值得你学习之外，佢嘅人格更加值得你学习。杨夫人，你过奖，好彩今日得到你。如果唔系，我抵挡唔住叶律飞嘅暗算。你太过客气啦，我不过举手之劳啫。事实系咁，我应该多谢你。帮主，江帮主，你点啊？冇嘢。帮主，江帮主，帮主。剛才他自己打傷自己的一掌，震傷了任督二脈，一定要盡快用內功將他打通，否則就會元氣大傷。那怎麼辦？丐幫之中有沒有一些內功精湛的人呢？丐幫的弟子多數練外門功夫，懂得內功的非常少。梁真，你學過素女功的，咁你咪替江帮主解通任督二脉咯。傻仔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而且我仲守紧孝。娘亲，江湖儿女不拘小节啊嘛，而且救人一命胜做七级浮屠噶。我杨夫人，请你救救我哋帮主啊！娘亲，你正话都教我话，江帮主的武功和人格都值得我去学习了，那你都不够啊他。娘亲。娘亲，娘亲，你放心啦，
佢而家吐咗啲淤血，一陣間就會冇事嘅啦。文哥，我哋唔好阻住江幫主休息啦。楊夫人。有冇人準備地方俾你休息？有啦。好，咁聽朝見。楊夫人，文廣。楊夫人，文廣。骚扰已久，孔太君挂念，匆匆而去，未及拜别，其帮主见谅，穆桂英敬上。娘亲啊，点解我哋要不辞而别啫？你唔明噶啦，你话俾我听啊！我系守紧孝嘅寡妇，出嚟走动已经系唔应该。同江上风疗伤，仲更加呢件事，如果传咗出去，咁你娘亲嘅名节就会有所损伤。咁你自己问心无愧，咪唔怕咯？文广，世俗人唔系个个同你咁谂嘅咧。诶，八姑婆啊，八姑姐，你哋冇事啊嘛？我哋都唔知有几多奇遇啊，仲遇到。八姑姐，是太君叫你来接见我们的。嗯，我和九妹分头去找你们，怕你姑丈难明嘛。那九姑姐现在在哪里？我哋歇下脚好吗？要食啲咩咧？随便啦。我问问店小二。太子，佢系杨九妹。我是禽兽，我竟然对你做出啲咁嘅嘢，我真系唔系人，我爱读圣贤书，我只系饮咗啲酒啫。九妹，你杀咗我啦！知道就算死咗，都系唔可以还你清白。但我只有咁样做，先至可以表示到我心嘅悔意。你杀死我，杀咗我啦！点解你要咁做？
一嚟我同你走二年先，二嚟我真系唔知点讲。有咩唔可以讲啫？呢几日我同你相处，我知道我自己已经中意咗你。其实我暗中意你都唔应该咁做。你杀咗我！你杀咗我啦！如果你唔忍心，等我自己嚟。你唔好阻止我啊！你真系肯嫁我咯噃？我唔嫁俾你，只可以嫁俾边个？九妹。我只系剑杀咗你。